有返三倍啊！奇明灯全部马匹准备妥当第三场赛事，四班千二短途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，人外之有万集啊，翡翠宝宝应声弹出啦。咁啊，再见到中间位置咧，就有呢只咧上面啦，埋边奇明灯啦，中间仲有爱环皮啊，浅蓝帽嘅，出边粉红眼罩精选加码，中间东城西就内栏绿衫黄帽咧就好劲宝，马林中间黄衫黄帽仲有春意日然啊，后边嘅马万盛区抢唔到啊，埋边咧就系呢个赤壁武士啊，殿后黄金黄银同埋咧绿色衫咧就人外之有嚟噶。好啦，跑队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爱环皮啊放头啦，第二位嘅马咧咁啊见到外边翡翠宝。宝啦，内栏第三奇明灯，中间粉红衫，第四咧仲有上面啊，外边就东城西就，再后边蓝眼走春意日然，内栏六三咧就系呢个好劲宝，跟住后边咧就赤壁武士啦，咁啊出边咧就精选加码，尾三万盛区，尾二仁爱之友包咗落尾咧就嗰只黄金黄银嚟噶，好啦，入正直路咯，爱环皮扫出去翡翠宝宝啦，出边有东城西就啦，响埋边等紧位咧仲有奇明灯啦，再外边冚上嚟啊，赤壁武士蓝帽都几劲啊，再中间位置仲有春意日然啊，外。边位置仲有仁爱之友，最后一百米呢只赤壁武士喺外边一冲就已经冲上嚟，抛嚟两个身位赢紧噶啦！仁爱之友第二，第三咧就系呢只爱环皮第四万盛区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赤壁武士上次咧飞扫都好急劲噶啦，又系田泰安换人咁样赢马，咁啊仲要以一个相当轻松姿态抛嚟对手赢。仁爱之友第二，爱环皮第三，第四万盛区。赤壁武士临尾落到得分六十一蚊，赢马仁爱之友跑第二，爱环皮顶翻个第三，万盛区第四。咪细细粒过嚟快活谷喺呢度就赢得相当轻松啦，今次啊唔会心律不正，万盛区就抢唔到，我见阿伟达啊选择不如留一留啦，四连万派八千零七十六蚊。都幾難搞啊！呢一場，結果第三都追唔到啊！萬盛區咁樣，睇到赤壁武士好咗咁都冇乜用，因為啲腳啊真係難搞啲。最慘係啲腳咧，其實係下風得太緊要。譬如你話仁愛之友嗰啲，你個表面條件下風啊嘛，你起步又慢咗添。今次仲見到佢見到啊，莫雷拉啊！贏翻場先，係啊，細細粒過嚟呢度贏馬，希望揾到快活谷呢條路咧，贏翻上去啦。我覺得呢只唔係四班馬啩，睇下點跑啦就。今次奇明燈出閘都醒噶啦，醒啦！佢幾乎係第一隻跳出嚟噶啦，咁啊，然之後見到二檔已經殺咗埋佢先啦。開面見到翡翠寶寶騎咗一輪之後，發覺隔離嘅愛環皮快喎，咁佢又唔係好騎啦。隔離就亦都有隻上面咧，中間夾咗喺度啦。再出邊嗰只精算加碼，亂唔走咗六七八碟噶啦。後邊第二陣嘅賣點咧，中間藍眼罩東城西就咧，然之後春意日然啦，冇咗眼冇咗耳塞啊，只馬好似跟前咗咁啊！入面就係嗰只咧，就好勁寶嚟嘅。喺佢後面就係赤壁武士噶啦。開面萬盛區十二檔啊，都係由於喺個尾四嘅位置啦，尾二啊，就係嗰只黃金黃銀嗰度中一中添啊！咪包咗落尾就係起步慢咗嘅仁愛之友，嗰度都有啲危險啊！嗰只黃金黃銀係啦，黃金黃銀。嗱，呢度以為奇明燈好多喺手喎，其他潘俊旭都冇喐過，手嗰個位咯，係咯。點知翻到嚟直路，其實雖然話有少少閃埋佢啫，咁但係如果有都上咗嚟嘅。人哋外環皮見你閃閃都望一望你啦，但係你嗰個位你都攞唔到啦，根本就。如果你攝咗上嚟，外環皮就唔會咁樣閃入去噶啦。跟住春意日然咧，如果再睇埋呢場咧，即係都要考慮除翻眼罩嘅。分段時間頭段二十三秒七二，跟住二十二秒七七，末段十三秒六一，總時間一分十秒一啊，比標準時間快咗一線。